以下是停车场的最新消息，在礼拜天前来教会，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，可以同时使用敬请国中以及安平国小两处停车场，请接受现场交通指挥的讯息，决定你的停车位置。第一，当敬请国中地下室停车场停满之后，可以改停安平国小平面停车场，并有接驳车接送。另外，敬请国中西侧门内的停车格将保留给行动不方便的会友使用，敬请配合。